为什么不帮我妈说话啊？不是啊，就不知道事实是怎么样，所以还是要看证据嘛。小心以后就轮到你们了。哎，你讲话小心一点啊。反正我还会再来啦。你不要想要耍把戏。还有我爸是对啊，对得起你自己良心啦。好哥，哎，坐好久啊，这边啊，坐多久了？哦，二十几档啊。哦，这么久了，最近生意不太好吼、哦。啊，都经济歹啊，但是拍拼食无，嘛是够有啦。哦，也是啦，你年纪不小了呢，稍微注意一下身体啦哈。是我自己的照顾啦，嘿啦嘿啦，就问一下吼，听说你们工厂最近有那个员工手断掉，啊，处理的怎么样啊？啊，都叫听书行啊，应该无问题啦，没问题哦。听说我这个东西一赔偿下去很难办呢，应该够会命。哎呦，你看看啦、啊，问到一脸乌兵啊吼！哎呦，真的是哦，一天到晚都在你们家门口那老老熟啦，还在那边跟隔壁邻居聊天呢、欸，哦、真的是哦，很勤劳啦。哦，哎，涛哥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哦，把你们这块地脱手了？这样子事情是不是好办很多啊？是无安尼想啦，嘿。来，家姐、我们现在这个航空城吼，整个都要盖起来了。你知道你们家现在这块地值多少钱吗？不知呢，不知啊，都翻倍了啦，还不知道。我跟你说，真的啦，趁现在吼，我们政府都还在做梦的时候，赶快撩楼给投资下去，免得到时候吼，这个航空城盖不起来，地价吼跌下去了。回不来了，我看麦啊啦，你给我看麦嘞啦，你看啦，趁现在哦，真的不要再看麦的啦，好、对不对？你想一下，我们现在这个工厂都这么难做，你也好好的想一下退休的机制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都是在卖观音这边这块地的、我们公司给的价钱很公道啦，没好利假亏的啦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想了，想想你退休的计划，然后嘞，那个工人手断掉。赶快，把它赔一赔，这样子哎，跳跳了哈。我够想看咩啦？你够钱都买好啦！我是你跟你倒啥缸呢？不然吼，外面那个欧兵呢，什么时候会来你家泼油漆？我是真的不知道哦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名片一张给你啦哦。那那个有什么需要再打电话给我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公司哦，服务很周到，会先付一笔头期款给你，让你周转一下啊。现在这样，对了，我还会再来找你哦。来这样，阿坏了，你叫人提这好好创啥？腾姐，你安尼哦，害我惊一个。这是啥啦？就豆腐水桶啊。我说唔知，这什么意思？我本来是想讲哦，你阿袂加休困几个月啊，现在少了你在生产线哦，我吃不下那么多订单，也是很头痛。你不用担心。先做打扫的工作。